要孩子第七天，跟我媳妇吃点酸辣无骨鸡爪。给我来一口，你一口我一口。好香啊！老广，嗯，最近老有粉丝说我生不出来孩子，这事你咋看？这个事儿啊，肯定是不可能的，你肯定能生出来，而且给我生一个双胞胎，行吗？等等呗。他们真的说我生不出来，整的我都压抑了。不要压抑，不要听他们胡说，咱们肯定能生的，到时候咱们证明给他看。还有说我能生出一窝猪崽，生十个。他们在那胡说。他们的嘴这么损呢？不要听那些人说那些话啊！他们瞅你来气，瞅你过得好，他来气，知道吗？他嫉妒。我过得也不好啊。但你吃得好啊，对不对？这就好了。天天大鱼大肉。人家都能吃鸡。人家都能吃鸡，但是没有这么吃的呀。他们舍不得呀。我嘚儿呗。怎么能是你嘚儿呢？再给我来一口，我陪你一起吃，我陪你一起。养好身体，白白胖胖，生一对白白胖胖，能不能来？咱家有这个基因，放心啊。那是我家有这基因，跟你家有什么关系？咱俩不是一家的吗？不是。老公，老公，就是个临时工。我是你永远的公。我还是你永远的母呢。给你永远的公来一口。来给生活比个耶。自己努力啊，对吗？不要生气。